我真的，我高低自己去创一个号，我现在不打，因为我不相信你们，我的管理员也不在。你看我对你们的信任几乎为零。哪个灰色吊带？你们为什么老是问别人什么时候来？不能自己争点气吗？六号视频那个带字母的，哪个啊？你说的是那个亚历山大王那个衬衫，然后里面是灰色的那个，是不是？那个就是亚历山大王的，它是两个连在一起的，是个两件套。我喝的是，嫩仙草芋圆奶茶，对，就是那个是连在一起的，它是一套。那个衬衫我也很想出的。后悔吗？怎么还不来啊？怎么让发缝消失？其实我最近觉得染浅色的头发会显得头发比较多，就是我染这个头发之后，我的发际线，就是发际线我都感觉不是很明显了。就黑色头发的时候，你会觉得你这块没有头发会显得头皮特别的白，但是你染这种浅色的头发就是看不太出来，很奇怪。我就感觉我自己头发变多了，但是我不知道等它长出黑色了之后会变成什么样。我是同性恋。我应该可以坚持个两三个月吧。我觉得这个恋综刚刚讲了一句话真的好有道理啊，他说现实中的人是打败不了想象中的人。我看这个恋综我800个不解，就是这里有个男嘉宾特别帅，然后呢对这个女嘉宾也很好，但是这个女嘉宾却喜欢一个就是不喜欢他的，然后长得也不怎么样的男的。好犯贱啊人。我觉得人就是喜欢不喜欢自己的。你们不会觉得就是不喜欢自己的人就短暂性的会喜欢不喜欢自己的人？让我去演什么？我也不矮呀。你们听声音能听出来是谁是吧？
我没开，我没有啊。到哪儿了？怎么还不来陪我？我闺蜜从她家开到我家开了一个小时了，感觉。早知道我出去唱歌，把你们带去唱歌。现在去，现在12点了，我这么乖的小朋友怎么会出门呢？我知道为什么今天不一样了，因为我今天没带蓝色的美瞳。最好看的牛仔裤，是不是觉得我做衣服的品味很好？主要是我做的裤子都很长。很适合高妹穿。感觉质量比赛，哎呀，这么说我真的很开心呢。以后也会保持住的，放心吧。我知道了，你可能买的是当时，两三百的那条，对不对？马上准备开了。我今天已经去重新申请了，哎呀，完了，忘记了，本来晚上回家要弄这个事情的。没事，等一下我下播去弄吧。因为我发现它可以一键激活，虽然说我关了三四年了，但它可以一键激活。会啊，会。到时候直播给你们试，就做女装。其实我男粉比较多，要不我再开个男装店。但是我觉得男的好像都只穿优衣库吧，男生好像对穿衣服没什么需求，我感觉。那你们穿什么？你说几个牌子我来听听。嗯，有差吗？没差吧？那跟我说的那个不是一个类型的。都是运动装嘛，石头岛是什么？我居然没有听过石头岛。男装没意思，男装出来出去就是 T 恤裤子什么的。哦 ，style 哦。我也不知道，我大概也不太知道它是什么样子风格。
我看到你们的评论，我非常的绝望，怎么这么多男的？我们是狗。我现在有点不太懂，就是因为我感觉抖音的退货率很高。所以我现在有点担忧，我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做比较好。我今天打听了一些内部消息，就是哎呀，感觉大家抖音卖女装的就是比较看起来光鲜亮丽，但是其实退货很高，不怎么赚钱。我这样我看起来像是有团队的吗？我的团队只有我跟我的摄影师。退货是因为图片不符，你们不会就是很多人买回去试一下，然后不合适就退了吗？有钱的人也是需要赚钱的，好吧？我看过，但是我不行，我没有办法，就是我性格不是这个性格呀。我也没有在抖音买过衣服哎。我不发了健身视频，今天这个数据不好，他限我流。没有啊，我做的衣服我觉得很适合大众女生啊，因为我会考虑到的，我们有请试衣模特的呀。狗。考虑做的，视频也会做的。下午在美院门口嘛，我今天都没有出门，我出门也都在车上。对，03年属羊的。应该不止你一个女粉吧？不好玩，我前两次就觉得可好玩了，然后我在那里
食物中毒了，我就觉得不好玩了，我以后不会再去了。我今天这个衣服是 skin。去欧洲的没问题，我随时出发，我就差个陪我的人，我签证什么全部弄好了，说走就走。看这个链子，看到我得想哭了。有点想泪目的感觉。我能不能退出去看一下消息？你们把我的直播分享给谁呀？说不出来那么多话，告诉你为什么选择，为什么不选择，为什么爱了，为什么没有勇气，有的时候就是讲不出来了，就是没有成熟的一个状态。虽然觉得看起来就很心疼，可是我就觉得这大概就是成年人的世界。就是他们最后他跟静阳一起走的那段雪路，那段话就感觉特别一语双关。我不想说话了，我们看电视吧，行不行？真的？那我闭麦啦。我们就安静的在家里等我闺蜜来找我，然后让她来讲话。
我当然健身了。因为个人喜欢当然很好，但是背负这个喜欢不能回应的时候，你要做的就是先说清楚，今天周五也这么早睡啊，我癫狂了。大家生活中也太健康了吧。我很强的好不好。不是，我觉得喝奶茶不胖。我摸着自己的良心说，我觉得喝奶茶不胖。我每天都喝，你们是不是只要看我直播？我之前住在深蓝的时候，我每天都喝，我每天都喝两三杯。今天下午6点的时候，我朋友就叫我上线。但是我选择出门，所以我觉得晚上要弥补一下。你说男的女的？用什么手机配视频？我很喜欢那个啊，我很喜欢苏苏。我喜欢苏苏跟喜欢苏苏的那个男生，两个人我觉得都很喜欢。我就是用那个14拍的。王者我不打，我不打游戏，我什么游戏都不打。我好想上新啊，我迫不及待了，我真的超想上新。哎呀，我朋友来了，你开门。没有。
你真臭。咋了？你又发现什么了？不是我发现什么，是在你来的前半个小时，我刚经历地狱式的拷问。这样子啊，是不是跟别人真心话大冒险了？啊，对。这真话假话，对方也不知道。天妹妹，他掉你的瓶盖，你知道吗？我家反正已经一团乱了。还好不乱，但是他掉了你的瓶盖。妹妹，哎呀，最小妹妹了。哇，你泡泡都变红了。真假的？比以前了。好像是的。嗯。因为他熟悉了。对，不会来我这边的。你真的很愿意看恋综？什么东西啊？什么再熟恋？我从来没做任何一个恋综。这是我接下去唯一一个能上的，30岁以后才能上的恋综。但这个男 CP 们是不是？小声点。不是啊，我说半熟恋人里面的男 CP 们。也是30以上。还有40的。那我提前恭祝你啊。你们不要偷听我们说话好不好？妹，你买这个的芒果味很好吃。没有，我买柠檬的，你可以尝一下。我还买了那个曲奇，好甜啊！原味的？不是，就是买了他家还有个曲奇，除了这个 cookie 之外，还有个曲奇。他那个不是那个有那个，就是那个好像是什么芒果布丁啊，还是那个百香果？你买了的是吧？就我们泰国买的。对对，他不是后面就是稍微偏贵个50泰铢，确实贵点的好吃的呢。那个草莓其实也是贵50泰铢的，你知道？它可能是因为带了点酸味。哎，对对，要不原本太腻了。哎妹妹的舌头有问题。为舌头绝对有问题。它可能是因为舔的太多了。舔狗，你妈最喜欢舔狗了。我也喜欢。什么意思啊？你每次在我这都这么瘦丑，你看，他们都嫉妒你。已经有好几个人想把他带走了。妹妹是吗？嗯。他本名叫什么来着？米莉。啊，对，我老叫他妹妹，我都忘了他叫什么。妹妹，是不是大家都最喜欢他？嗯。你最喜欢哪？他吧。现在最喜欢他吗？我本来最喜欢泡泡的，可是我觉得他脑子有点不行。你本来不是最喜欢他吗？他太丑了，他越长越丑了。但是你不是因为他长得好不好看，你因为他贵。贵，因为他贵。因为他最贵，所以你最喜欢他。你妈真是个势利眼。我就是个势利眼。你们怎么这么凌乱？明明刚洗的澡。耶，妹妹其实不像一只狗，30000的狗，它像一个6-7万的狗。这个7万稍微有点像7000的高，主要是我觉得我应该是被坑了。我觉得也是，你是被那个偷梁换柱了。嗯，妹妹。但他口臭啊。嗯，那是嘴巴是灵的。你给他买那个小狗。我买了，那个，吃了没有用。没有用啊，那就是根里吧。根里。肠胃不好。肠胃不好。没有的。你要干嘛？舔我。哇，你眼睛好大啊。我也觉得他长得好标志啊。对，长得其实有点像吉娃娃。眼睛太大了，眼睛巨大。哎，我们俩好乖巧啊，不出门。
你刚才说外面下雨了吗？我都愣了，你在跟谁说话？我说外面下雨了。没有啊，没下。但今天外面天气还可以的，你不要掉下去哦，我给你整。一看就是你妈都不搭理你。在我这凑来凑去。泡泡确实比以前性格好多了。嗯。他可能吃药了，抑郁症好了，一天四颗。他天天被他睡。那就是嘛，跟女人是一样。这个为什么？那为什么他这么好啊？有性生活之后，经历都不一样了。别给我疯了，等一下。是吧，泡泡？他是因为没有见过啊，就是母胎 solo 啊，是吧？你是不是？耶耶耶耶耶耶！最近有什么电视剧可以看啊？有那谁的？赵丽。什么片？你可以看看。我不想看。还可以，真的还可以。我想看那个王阳演的，但我没看进去。你看了吗？他跟王一博演的。我还跟你说他好看，然后你说你不喜欢。看你看吧。我不是，我说的是这个人，我挺喜欢，但你说你不喜欢。我确实还没感觉，但是好火啊这个剧。我觉得他很有味道。哪个不好看？为什么全拍女的？这里面就这一个男的。男的跟女的数量是一样的。这男的质量也太低了。我跟你说，我很喜欢那个女生，超级喜欢那个男的。啊？然后，我靠！我高低给你。这世界是不疯狂的？等一下，我高低给你倒回去。这都能上恋综？你小声一点。他们知道我在看啥。等一下。那你让他们评评理。我给你看。哎呀，等等，就是，我觉得这个男的很不错，这个，然后就苏苏嘛，这谁呀、啊？哦，然后呢？然后还可以。对，然后这个。这是女生的剧本，不是？这是剧本吧？不是，他叫疯狂上头。真的？嗯，我都不能理解。是吧？而且他俩很配呀、啊，我觉得。嗯。你都不知道这个会。我觉得这玩意儿剧本有。他们也说这个是剧本，就正常来说不应该，真的。哎，现在不是很流行一个词，那叫什么什么智性恋什么？啊什么，是。那个词怎么念？就是智性恋。哦，是吗？他可能喜欢。对，他就觉得很有城府，就是很成熟。很有智慧是那种感觉。这有什么智慧啊，我怎么一点没看出来，我的天哪。那我就不知道了，不然喜欢哪里。然后他就找他聊了。喜欢他人格魅力。哎，就找他聊。我再仔细看看。那你看一会儿，反正他就是疯狂告白。这人长得像不像前男友？小胡都很丑。他超级多人喜欢。那可能就是人格魅力，这么多人喜欢。这女生蛮美的，哎，我也觉得，脸很小，嗯，你看不出来了吧？你说现在的人咋这么年轻？这样稍微有点能看出来，哦、就是眼睛会瞎。但是我以为他跟我们是同一代，就是哦，有那种感觉。但你跟他这个年纪时候应该也是这样子，我觉得。意思就是能看出老了，不是啊，就是也不显老，就整体不显老，但是可能细微我们这个稍微会有点不好看了，但是整体就这个人一来，一打眼是好看的，对，一打眼就是年轻的，年轻的，我之前一直觉得他很小的，他长得就是那种小孩脸，是吧？包括发型也有关系，你说这个发型还能再年轻五岁，对，你以后就说你。他们怎么知道？他们已经开始爆出你的大名了啊？谁呀、啊？粉丝。真假的？听我声都知道。他没化妆，没洗头，不能入镜。不会是王玉佳了？不是，应该不是。
叫什么 BB GU R， 那我不知道是。我们在聊秘密啊。不是这个男的真的。哎哎哎，我可太喜欢了，我把你抱走吧。抱走吧，刚才我觉得他有点臭。你吹牛逼，我每次说要抱他，你就说抱，结果我这样抱，不行不行。抱着我，抱着我。听声音很像。你嫉妒，嫉妒我抱抱你好不好？抱抱，来抱抱。来，来吧。为什么？为什么说他是高段位啊？他高段位在哪里啊？抱抱，哎呀，娜娜，娜娜，娜娜。你怎么变这么丑了？咱以后能不能不买西施了？不是那奇，咱不是那奇怪人，你就不要买这种需要耗费时间的狗。行。这发型有点像泰国做的，洗剪吹。而且他们刚洗完剪完毛没多久。对呀，不臭的呀，就是这头发，绝对是泰国刚回来。谢谢西西。不行，他，我也想让他入境了，但他会把我杀了。我们俩精神本来就不太正常，等一下在家里厮杀。下次你开播我就盯着骂，我在节奏。来我家上厕所来了。我一点形象没有的，真的在这里东倒西歪，我受不了。他们对你的包容度有点高。肯定的。很贵啊。你们对他的要求有点高。我们俩都是慈禧太后的，在家干不了一点活。他们说让你刷马桶。我真的是 thank you。我不确定。你想看什么？我可以让你换。哎呀，这里有景甜。他好像是那个。其实景甜是不是年纪蛮大了？我记得。对，但我好像听啊，我感觉他好像越来越好看了。好看了，对。他把这双眼皮修复了之后，挺好看的。他修复双眼皮了？嗯，他以前不是很宽的那种。悲伤吧。哦，我真的好喜欢他。他就是那种被。爱情宠爱的，对这个世界很淡然这种感觉。不是，因为他本身天秤座，你忘了咱俩那天看了。哦，天秤座。不是，你不是说他双鱼吗？他们天秤吗？你不是说双鱼就是两个边都平衡的很好吗？你现在查一下。他真的是天秤。他天秤吗？他双鱼，我不可能不知道的。谁平衡的很好？刘诗诗是双鱼座。啊，你就说爱情跟事业平衡的很好啊。啊 ，Angelababy。干嘛？干嘛？我没算过。其实我觉得天秤普遍就感觉都有点淡淡的。嗯。赵灵也是天秤座，就感觉。赵灵不淡啊。就感觉就是我内心有一个目标，但是我面上不会跟你们这样。就咱们看个师傅，你就那几个秦海陆基金，就是嚣张跋扈。赵云奇，这人一来你就感觉很恐怖。他们不太会，就是他们把他们野心放在面上。啊、对对对，是的，是的，他们是藏在心里的。哎，对对对，就是给人一种不争不抢、暗自努力、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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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是的拔尖那种。但是其实处女没有一种这种感觉。处女还是挺外表，就是我强，我就告诉你我强，这样。嗯。来当一姐。对啊，杨幂这种，就是姐就是强的那种。但你的星座真的是有点魔性。我双鱼啊，不止。你的日和月加一起，感觉你这人逃离必定要吃爱情的苦。我的日和月什么？
和双鱼啊。我剩下都是狮子。上升。妈呀，那你更要吃爱情的苦。为什么？你处女、双鱼和狮子，又强势又围绕着男人，你说你能不吃爱情的苦？妈，被人打死家暴，我跟你说，你就是被家暴的命。要强势，要谈恋爱。我还好，我还综合了一个天秤，我还有一个天秤。天秤在哪里？在九宫格的最下面排的中间是什么？分裂啊、我风象、水象、土象、火象都有，那个不能看的呀。你俩怎么老是养那个瓶盖？出来，乖，来，泡泡，过来泡泡。这狗得去看看智商，它都不知道自己叫什么。What's your name？ 来 ，Come on。没有，这个狗就是最笨的狗。哦，西施本。对，它品种就是所有狗里最笨的狗。我们养了两个。你是不是不想承认就是狗的随主人这件事？妮妮很聪明啊。那也是，妮妮很聪明。那你为什么要买个这么笨的狗呀？好欺负，喜欢拿捏真的身边的一切。西施会定点吗？到现在都还不太会。上厕所。嗯。他现在，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现在会朝墙上尿。发情了，发情了，应该是公狗嘛，嗯，母狗不尿，不尿，那应该是，还有就是，它是不出去遛的，对啊，狗都有那个占领地那个意识的，我家狗就是，但我家狗不会在家那什么，都 在外面，都在家这么多年了，还要占领地啊？对啊，对啊，突然有领地意识了。年纪大了，你知道他们有多夸张吗？我现在在出去拆快递嘛，我一开门就要到对面那个人的台上去拉屎，我已经捡了好几次了，天天去道歉。他去别人快递里去尿了？不是，去别人门口的垫子上。嗯，就是这样，因为他闻到不属于他的味道了，他要沾上自己的味道，就是这样。你说你这么笨，还要占领地？其实这也是大家都懂的一个道理。要，哎呦，来，你来上来给大家看看你有多丑来。来来，照一下镜子来，好臭啊！宝宝，你看一下镜头，来，你看一下镜头，哇！看，这个绿衣服女的谁啊？不知道，但是很多恋爱的综艺里都有她。哎呀，你怎么臭啊？哦，她呀。他是个谐星啊，对。你说这个女的吧，我挂个链接把她卖了，有没有人买？那得看你卖多少钱。你说这个女唐艺昕吧，嗯，也算好看，但是也没有是非常好看。她属于舒服。哎，对对对，嗯、就是哪个人看都觉得挺好的。啊，对对对。挂链接把647卖，可以，我现在就上个链接。那你给我定位多少呢？你想要多少钱？这玩意儿自己给自己，有太低的呀。你给我查。没有了，这个矿泉水。水呢？在那个厨房里，好像也没了。你看一下有没有？你家这么贫瘠、嗯，这么大的房子，连个水都没有。你们喝什么？他们喝那个自来水啊。真的没有来接。有那个大桶的吗？大瓶的。算了，我帮你去眼球的。可以。我真是栓。哇，他来我家还得给我点水，好惨。居然连口水都没有。刚喝完了，如果刚才没有人来我家，就还是有的。谁来你家？就剩一瓶了，刚刚。谁来你家？哪个女人？一个神秘的女人。那我不看一下。可能是上天的安排，让我遇到了那个温暖的他。
求学的我，重新找到了家的感觉。我们坚定地选择了彼此，他以结婚为前提与我交往，让当时的我觉得这什么啊，或许是我最好的归宿。好假呀，真的，他们才认识这个节目进去两个星期吧，就爱的归宿来了。对啊，是爱太猛烈了，挡住了。但我感觉现在人好像就是这样，你忘了今天、啊、今天那个谁离开了学校，照顾他的生活，陪伴他创业，渐渐的也是你们家最近这么说，怡宝可以吧？可以。那就是爱情最美好的样子啊。也许偶尔我也想过要找一份属于自己的事业，可每当看到他，他们这个怎么背下来的？有点东西的，真的。回到家疲倦的状态，照顾好他的这份责任感。这个面试的时候要背台本的，那应该是吧。他哭嘞，他哭了，我就感觉是真的。他哭了，我真有病。这个男的看起来有一种很踏实的感觉。真的假的啊？相对比吧，一般我怎么感觉他像是那种老奸巨猾的男人，就是。看起来很踏实吗？嗯，因为他长得不好看嘛，然后又是那种有点微胖的感觉，还戴个眼镜。我觉得这种面相就是老实踏实，但是很闷骚的人。啊？谁呀、啊？我操！真的假的？谁呀、啊？他们俩都有啊。嗯。这节目有点东西、哎、他这个词一说出来我就感觉他是少妇了，就是就他没有说出来还觉得他是个女孩，就是一说出来就立刻有那种人气感了，对吧？他挺厉害，但是我感觉现在啊、哦、就是这种离异但是没有小孩特别多。有小孩其实很多，就是以前我是觉得有小孩离得很正常，没小孩，有小孩离了才不正常，那为了小孩哟、哦。不是啊，但因为你想放在以前，你看就是大部分都是有了小孩，到了一定年纪，然后离婚过不下去嘛。现在人是还没开始过呢，离了，孩子还没有呢，怎么就离了？我朋友他俩刚谈了谈五年，刚领证不到一年离了。我说你俩过去这五年干嘛了？啊，就离谱。我有点想喝个茶，宝贝。你不是没有吗？你不是在点吗？我点的水啊。只有水啊？我对啊，我刚刚不是问你怡宝吗？你要什么茶？你是点的超市吗？对啊。乌龙茶。我刚已经点完了是吧？我可以取消一下。他是不是屎粘屁股上了？真的假的？我刚抱他了。他为什么这样子？就是畏畏缩缩的。过来，你是不是偷东西了？好早啊，才一点，怎么办、啊？你最近几点睡觉？三四点吧。我昨天睡的晚，干嘛啊？你干嘛、啊？我等一下，我再把这个取消掉。今晚很长时间相处的见面，去健身一下。他叫我们俩出去喝点。他想多了。好无聊啊，这种时候就是最无聊的时候了，就是要看刚开始的时候。哎，你好，你帮我把那个订单取消一下，我少点了东西。
对对对，我忘点了别的东西。我申请了，但你没同意。我看看热了吗？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嗯，我重新下的呗。谢谢，嗯、谢谢，谢谢，麻烦。我就点一个东方树叶。可以。茉莉，行吗？可以。再来两个三得利。乌龙。好的。是谁呢？不过我真的觉得杭州好无聊。我也这么觉得。啥也没有啊。就知道是每天不知道吃啥。我从小就出国了，在过去的十七八年，我一直都是一个人生活。因为他说好吃的很。对呀，是呀。我跟很多的朋友都越走越远。我也会慢慢的把自己内心的想法。真的？对对，我对着他，我看了。就是，然后我看完以后，我就觉得。我特别的悔恨，但是没有办法了，已经。你没去过？我妈妈是那里的老家，我当然去过。你有没有吃过就是诸暨的刺骨打面？吃过，应该吃过吧。我觉得巨好吃。今天我做出这个决定是非常非常非常难。嗯，很近。我经常跑过去吃面。你有病啊！特意开过去吃面，然后再回来。那我最有病的是开到上海吃个路边摊，就像我之前也开去吃过那个蟹面，许村那个吗？但许村起码还在杭州，挺好吃，挺好吃，但是也开了很久哎，我感觉四五十分钟。嗯，我们也经常去，没有，我们就在吐槽，我们说没有。等妹妹的胡子长出来了，这个是阿姨给她剃的吗？还是不是，她出去剪的。我觉得你还是少往起站，对你腰不好。我家我特别喜欢这么站的，年纪大了腰键盘突出。真假的？嗯。但可能是因为它比较重。嗯。它这么轻应该不会吧？会啊，因为它有它对应的比例的体重，它这么站也不行。但我觉得小狗都喜欢这样，站来站去往前。它为什么躺在我的昂贵的枕头上？红血丝，他眼睛不好，我感觉他好像有点那个发炎。嗯，那他看了很多次了都没看好。你好可怜呀，你是宠。他好不享受啊。医院里抽血，可知道好歹。嗯。每到过节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在。为什么现在是这种环节了？我真的看得好难受啊！他们前面全部都在谈恋爱，在暧昧。哎呀，现在这个挺没意思的。嗯。我感觉这个综艺人是不是普遍年纪有点大大的？就是三十以上嘛。哦。我担心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想。这么多人啊？他四十了。他四十了。嗯。我是觉得可能。哎，现在男四十咋有点看不出来呢？嗯。感觉像是三十五。嗯。可能是。一些，就是哦，这个我也很喜欢，我给你看一下。是个女的吗？不是，这个男的。他俩是一对 CP。哎，对。咋这么多人啊？对啊，这么快乐啊？怎么找不到啊？
剧本呢？他们是如何做到只是 one by one 的？有没有可能大家都喜欢一个人？就是错综复杂前面。这么一看，这个男的也还行啊。你不觉得这么一看？嗯，是的，是的，是的。可能他现实生活中会更瘦，嗯，有可能，就是、更是的，就上镜会显得胖一点。嗯，这么一打扮下去，感觉还行。对。放在现实生活中，这长相我也可以，嗯，还可以的。刚才可能穿衣打扮有点土了，我就觉得有点憨厚老实了。我觉得真的是放在这个特定的环境里，如果咱俩去指定一个什么，就是你会被迫接触一下，啊，对对对，就是一到回到现实生活中就觉得不是，就是放在那个环境里，咱们俩在里面已经谈上了，一回到现实生活中，那些男的在干嘛？对，好像好像扔到了孤岛求生，必须跟这些人谈恋爱。回到现实，我之前在干什么？我真的笑死了，我真的好冷落他们。嗯，你看还是打扮。我不喜欢鼻子大的男生，他真的好大。对，就是他的鼻子，我就很看男生鼻子的，他鼻子长得不行我就觉得不行。好像事实也是这样。嗯，因为鼻子就是五官的中心嘛，男的跟女人还不太一样。对对对，女生还看点脸型啊，什么眼睛啊什么之类的。男的吧，脸型不好，有个鼻子还是可以的。对，鼻子好看单眼皮双眼皮都可以。是的，但是女的脸型更重要。对对对，我也这么觉得。哦，因为有很多那种整容女生不是鼻子都先挺了，啊，但是就其他脸型弄得不是，但是就是整的有点假吧，可能。对啊，对啊，鼻子挺就是很帅啊，只要鼻子挺基本上这个人丑不到哪去，主要是基因好。因为鼻子是显性基因，如果你找了一个鼻子塌的男的，小孩容易鼻子塌。嗯，是的是的，你要给他留钱做手术。嗯，我们俩这么好的基因的鼻子绝对不能毁在男人的鼻子上。我真的不想要我小孩是我这个鼻子，我特别讨厌鹰钩鼻啊！我喜欢找一个就是你找个挺一点的嘛。哎，对对对，找个挺一点，把我这个鼻子给它吊一吊。我旁边就是我对象啊。他们这个综艺还能去旅游呢。节目组好像挺有钱，不会旅游是自费吧？节目组能安排去泰国啥？上节目之前先商量一下，我要去欧洲玩，不然我不上。这正好最近想去瑞士，我想去冰岛。冰岛，我作为一个东北人，我对冰岛不是那么特别感兴趣，因为我就是在这种环境里长大的。是在这种环境里长大，对这个没有特别的啥。而且极光你赶上才行。他们现在去都有。哎，哦对，就是平常去了，得赶时间，也不是什么时候去都有的。我以前可想去一次看看。嗯，我也想去呢。年纪大就是感觉，哎，没这个必要。没有，这些浪漫的东西，哎，过眼云烟。你真的是佛了，现在。你是怎么看下去的？你换台吧，我主要是没有东西看呀，啊，我看那个也没看下去，就王阳的那个。哎，我没看。我可以陪你从第几再看一遍。最近哦，有一个叫《十九层》的那个，我准备看，好像是一个恐怖片，悬疑片有一点。那我可以哪个频道？我可以陪你看一集。期待在广州看到更正。啥平台？芒果吧。
没有会员你好像说了一个我最不经常用的，真的，我看一眼。可以看爱奇艺有没有啊？肯定很多平台都有的呀。它真的好好看啊！现在你不觉得吗？对啊，好看的呀。它就属于脸型长得很好。它属于脸型做完了很好。它做了吗？就是面部吸平了嘛。哦。它以前不是这里有点大，就一笑起来。是不是做那叫什么面吸啊？有可能。叫什么来着？十九层。十九层，我看了一集，我很想看，但是我自己不敢。那天吴静姐，我朋友来我家陪我看了一集之后，她说我走了，我立马就给关了。我超要看，但我又不敢。你陪我看第二集。可以啊，那你先跟我讲第一集演了什么。其实第一集只是铺垫。喂，好快啊，在哪里啊？哦，妈妈，你有会员吧？我有的，因为我你登吧。你要喝哪个？那我喝东方树叶吧，够我喝吗？一样买两瓶啊，我喝东方树叶。是不是这个平台啊？你先看一下。嗯，是这个平台。但是你没有灯，你看不了。我扫一下。他现在已经要求我立刻登录了。哎，怎么登上了？有点逗我。你这个有会员吗？我看一眼。大概率我是每个平台都有。它是那个阿拉伯数字十九层。你要不搜那个明星吧，好吧。哎，对，就是。我操！哦，孙千演的。对呀、啊。那应该蛮好看的。新的片。这个魏哲鸣最近很火呀，这个男的很帅的。好的。我可以从第一集再陪你看一遍。但我觉得第一集有点无聊，你可以往后倒一下。那你大概讲一下第一集演了啥？就是这个背景就行。他们出了个车祸，然后跑到了十九层的一个地方，就没了。第一集就是这个东西。穿越了，是这个意思吗？不是，就是真的到了个十九层的地方。对，就是我自己推测啊，就是他们不是出车祸吗？可能应该去十八层的，结果到了十九层。地狱是吧？对，因为我才看第一集，我这都是揣测，我也不想别人给我剧透，我就没看。我就想自己把它追完。然后他其实前面就讲了这个东西，就是出了车祸到了这个地方，然后像密室逃脱一样在里面逃嘛，有鬼追他。我们要不要关灯啊？大家看到了吗？就是这个鬼追他们，然后像密室逃脱一样。我好像在那个抖音上刷到过。这男是不是很帅？是的。他们说这个男的本来应该大火的。为什么？但是因为他离过婚，他有过一些就是还没有抹平了他历史，所以还没有热捧他。难道你的粉丝没有在下面给你剧透他到底演了什么？都没看啊，都没看过。我们现在这是第二集吗？对啊，第二集。你可以大一点声。我们这么这个男的长得就像胡一天，有一点点，但是我觉得比他长得精致一点，因为他好像整容。就是不是我们这么亮的看哪里恐怖了？你看这觉得恐怖啊？那这个 NPC 跟我那个玩鬼屋开手电筒一样。不是啊，第一集这么亮，第一集有那种一惊一乍的地方，现在没有了。不会十九集都在逃吧？那不可能吧？关键是你关灯这边还行吗？光线不太好。
啊，这个男的是蛮帅的哎。嗯，孙谦也蛮漂亮的，他耐挺耐看的。孙谦挺有自己的味道的，就是挺独特的。他们不说他有点像全智贤的味道吗？你也说不了他多精致，但是还有对对对，就是脸小，而且孙谦的身材很好，对，就是很高，然后你都没看他那个手，但而且他长得有点幼态，你不觉得像个小孩一样？是的，是的，是的。很帅的，他鼻子是不是做的？对，我感觉鼻子是做的。哎，孙谦不是还跟黄景瑜搭了一部戏吗？啊，还没播吧？我也觉得最近资源蛮好的。嗯，我也觉得，因为这种自然舒服的女明星的脸挺少的。对，是的。而且长得没有攻击性。有些女明星美的太有攻击性了。对对对对，我觉得范冰冰就是那种很美但是很攻击性的。对对对对，有一点太精致了。太精致了。嗯、他就是那种感觉没整。这男的就是哪个地方都挺好看、嗯、就是单看都行。孙谦属于那种每个拎出来都一般，一凑一起还行。嗯，我觉得有两种。你看这男人的鼻子有多少挺？是的，他们都觉得我鼻子是做的。啊，那我给他们证明，我认识他十年了。刚刚那些拼搏，确实是我。哇，他鼻子长得好好看，因为我老觉得我这里不够翘，他这里就是那种。他真的是做的吧？啊，真的吗？好不像啊！现在男的做鼻都是这么做的呀，做一个风，做个头，这个都能做啊？做不就做这里吗？我说这个地方。对呀、啊，做风驼峰吗？鼻峰。狗仗人势，哦，他就在上面。